你呀断魂，我是做人修本分，帮助伊的母亲享天伦。免愁烦，为我牺牲命来断，应该报恩诉冤冤。回想当初的一工插曲，双人打斗，卡说那不是单兵通，我后果不堪设想。人在讲饮水爱思源，往真车看老，本来走出的伊的母子甲伊的母亲，应该爱报答恩情，为因安排后半生。听讲生命就是应该望出落来去就是呀、啊。